记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入围本届金曲最佳女歌手等六项大奖的张惠妹阿妹，前段时间却突然有知名 DJ 袁咏星批评有严重失误的发文截图流出，经纪人陈振川也做出回应。而本届金曲评审公布后，曾批评的知名 DJ 袁咏星也出现在初审行列，最后歌后蒋洛水加备受瞩目。本届金曲评审名单公布后，歌手纪晓君、许茹芸、阿信及左安安、DJ 吴建衡、制作人纪明阳、白纪灵、乐评人马欣都出现在评审名册中。而袁咏星批评张惠妹有严重失误，对于徐佳莹的声线却颇为赞赏，让截图事件再传风波。DJ 袁咏星曾当过十届金曲奖评审，此次金曲奖也出现在初审行列内。翻社自脸书，张惠妹本届有望拿第四座歌后，却被 DJ 袁咏星提前指出有严重失误。EMI 翻社 PTT